请了吗？没有，因为这个头刚刮完，因为是前面那个戏拍戏需要嘛，刚刮了20天，是刮光的。然后呢，这长了20天，长了这么长。但是从刮的那天起呢，就是因为从来就是说从有记忆以后没有过这个长度的头发，所以就会很习惯，就这么摸来摸去，摸来摸去。我因为我觉得特别好玩，毛茸茸的那种感觉。对，你可以摸一下。真的吗？摸一下。这样讲会很不厚道，但是我跟你讲哦，一般剪成这样，或比如说为戏牺牲的女明星到节目基本上都要戴个帽子。对。但我今天在后台听到，就说问说要不要戴帽子，他很爽快不用。嗯，对对对，因为，嗨，其实我最近也老听这个词儿牺牲，说一说，哎呀，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说就是拍戏剪了，哎呀，牺牲好大。我说啊，牺牲，牺牲，我说没觉得，因为。我觉得这是工作的一部分。如今已经在影视圈打拼11年的严炳彦，深知作为一名演员的辛酸和无奈。从22岁开始，已经学习舞蹈8年的严炳彦转战影视界，先后接拍了《甘十九妹》《红十字方队》等多部电视剧，并逐渐被观众所熟知。2005年，他更是凭借《爱情的牙齿》中钱艳红一角，一举斩获第26届金鸡奖影后的殊荣。然而，在这光环的背后，严炳彦的身世却更让人惊奇。从小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家庭的他，竟然同时身为孔子及孔子大弟子颜回的后人。您是孔子的后人？对、啊。你也不姓孔啊？对，是，其实是这样，我奶奶姓孔，我们家姓颜。就是我们家是颜回的后裔、哦、我奶奶是真的假的？对对对，因为孔子的电影你去看了吗？还没呢。我总觉得他们应该请我去看。真的？你家是有族谱吗？这样一直对对对，我这个丙颜炳彦的丙就是家谱，对，就是家谱里的这个字，就是字辈。哎，对，只要是颜家的人，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你是哪一辈儿的。你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就是祖上这么光辉，这么有名气的人。其实小时候是没有概念的，因为我小时候2岁吧就被送回山东了。就等于是在那个就在曲阜，然后跟爷爷奶奶，然后那个我爸爸妈妈在北京嘛，然后就，6岁那时候才回来。等我6岁回来的时候，我就是我妈妈说我进门是一个小灰塔，就是一个壮壮的那样，又黑又胖，然后呢就是属于那种，就是我妈说走的时候是一个公主，回来是一个什么，回来了一个小彪，然后而且就是特别。就是怎么说呢，那个状态让我妈妈特接受不了，就是一个野孩子，皮得很，没什么规矩。对对，就是没有女孩子样，还不爱穿裙子。那不穿，绝不穿，穿裙子也行，你给我也穿，但是就是稀里哗啦的穿。没把它当裙子。对对对，因为那时候也小也无所谓，然后就属于是穿的也特别没样。所以玩的时候也不会跟女孩子一块玩了，不爱跟女孩玩，没意思。对，因为在山东的时候，真是在山东的时候，我就是天天都跟男孩在一块玩。我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不太知道哈，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哦，其实那个时候在农村，女孩子在家里的地位是很低的。嗯，不是说随便就是你就可以，儿子要是一儿子说啊出去玩吧，想怎么样就无法无天。嗯，要是女儿很小就要什么干活呀、啊，要怎么样就带弟弟啊，对，要居在家里的。所以我那时候的小伙伴都是男孩子。满野地里去跑，全都是男孩子。你这干过什么坏事儿吗？偷梨、偷桃什么的？偷过麦子，偷过麦子。麦子深点。麦子到了就是快熟的那个时候啊，就是快就是其实就是熟了，它还是软的。然后你把它就是扯下来以后一搓，那个皮儿噗一吹掉了以后很好吃，真的好。对。然后我小时候，你想就是因为。本身农村的小孩，他们就很知道怎么去哎，这个怎么去偷这个麦子。然后我呢，人家好像我现在都记不清楚，然后他们好像这么一抓，也不是怎么那么啪，然后就一大把就全在手里了，然后扭头就偷了以后，哎，扭头啊撒丫子就跑。因为那个田地我记得特别清楚，下面是有一座桥，然后就都会，我们就都会藏在那个桥底下，然后呢就是他们就会在那个桥底下搓麦子吃。然后呢我就不会弄，就抓呀连根拔都拔不起来，技能不娴熟。对，就是、被抓了就，然后没有
他们全跑了，一人拔呀拔拔，然后旁边过来一个人，过来一个大人，然后看着我，然后看看妹拔的拔，然后呢，然后我也看着他拔呀拔，然后就，然后那个人就，我记得特别清楚，然后他就是完全脸上是零号表情，没有任何表情的，拿那个大手哗抓了一把，啪就掉了，就一大把，然后就给我了，然后我就拿着，哦，啊撒丫子我也跑，然后呢到桥底下跟人家一起吃，但是后来才知道人家是开麦地的。啊！严明艳倍感无奈，但这些美好的记忆也印证了两人之间的姐妹情深。始终对妹妹细心照顾的严明艳也逐渐建立起一种责任感，而这种性格也带到了她日后的工作中。无条件的为其付出，让严明艳成为了演艺圈中出了名的拼命三娘。2009年在拍电视剧《王英》时，严明艳为了演戏效果，竟甘愿将自己辛辛苦苦留的长发剪光。就是很多人，就是很多人在现场，就是我替完这场戏替，说实话啊，就是我现在想起来，我觉得挺。为什么呀？我觉得我特别愉快，你知道吗？